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怎么还带着一个姑娘？为师并无大碍，徒儿断不必如此急躁，倒是有件事与你身世有关，理应告诉你真相。你来找执剑长老了，真不巧，长老下山还未归来。看来执剑长老在外界的威望还是高啊。师弟他是不是又向你抱怨这些年师门闭室的做法呢？你可回来了，你交给我的仙药，我已经交给师父炼制了。并且菩萨世界也已服下，现在他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了。
对。掌门师兄待人宽厚包容，对你寄予厚望，甚至已经私下决定任命你为下一任掌门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要给你一些考验，你可愿意？弟子愿意。我已经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倒是你，虽然当时我已经重伤，几乎昏迷，但还是看到了你身上的异变。我在担心会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也不清楚当时情况，只是体内突然出现一股激荡的能量。听师傅说，这与我身世有关。虽然师傅和执剑长老暂时帮了他们，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，得抓紧时间想想办法才是。不错，这天之寒莲确实乃天地奇物，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。逍遥，你的这位师姐我见着似乎有些熟悉，就好像曾经见过。小友实力果然非凡，不过这太医仙境绝不简单，能不能走出去只能靠个人机缘。虽然我的实力不强，但是我却能够在这太医仙境出入自如。小友，看你模样似乎来自封神宗。